冻死了！这我姐夫咋还不来呢？我说姐夫，咋回事啊？我都在这等半天了。我这出来不得背着点你姐啊？背我姐干啥呀？我就借你点钱，又不干别的。我说你这啊，哎，你这活了二三十年了，你这是不是白活了啊？我藏点私房钱不背点你姐，我怎么拿出来啊？呀，姐夫，你这还藏私房钱呢？啊，你竟然背着我姐藏私房钱，回去啊我就告诉我姐。切，你这给我借钱还给你姐，姐说啊不借了。说着玩的，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。姐夫，钱带了吗？钱？钱我没带现金啊。那你不带钱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明知道我给你借钱，你还不带啊？这我虽然没带现金是吧？但是带的有卡。有卡呀？啊，有卡就有卡呗，你冲我干啥呀？走吧，走吧。走什么？取钱去啊！取钱？就瞅你这脑袋这么笨的情况下，你取钱不还得丢了？谁脑袋笨啊？你才脑袋笨啊！我脑袋咋笨了？不笨啊，不笨那我出一道题考考你。还考考我？你放马过来吧。那行啊，你听好了啊，一只公猪和一只母猪在一起了，打三个字。三个字儿，三只猪。咋还三只猪了呢？那他俩在一块儿，那女的不得怀孕啊？那他非要怀孕吗？我让你打字呢，不是让你说她怀孕呢。看你才要怀孕呢。说啥话呢？我单身啊，我怀孕这不事儿大了吗？那是啥呀？这啊，你自己猜。两只猪，哎，这回答对了。那我再问你一道啊。我说阿明，我的姐夫呀，我以为你能出难点的，这又来。你怎么这么费劲呢？借你个钱。行了，你听吧，这个肯定难。行行行，问吧。话说，这个猪八戒，他飞到太阳那边去了。你打一首歌名。啊，歌名儿有了，东方明珠。哎，我让你打歌名啊，不让你打地名的。歌名，东方明珠有这首歌吗？没有。没有吧？那啥呀？哎，姐夫，我想起来了，东方之珠。没想到挺聪明的，答出来了。姐夫，我就知道你那点智商不行，走吧走吧，赶紧快点取钱去。